真实的智慧不需要学，世出世间一切法要不学也不需要学。啊，为什么不学就会了？不学就能通达呢？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出自性，都是自性变的。既然是自性变的，你有能力明心见性，你哪有不会的，哪有不知道的？行空不住空，世间人大概执着有的多，空他还没想到啊。那么行空不住空对谁说的呢？对一些修行人说的啊，无论大乘小乘啊，修这空观的人啊，佛在这里告诉我，空也不能住啊，啊，也不能执着，执着就错了。说实在的话，这个世间的四空天，四空天谁去的？修行人去的，不是修行人去不了吧？啊，四空天在世间禅定里面是高级的禅定啊。他为什么不能出离三界呢？他执着空相，出离三界之人也有不少啊，还是著着空相的，像摩罗汉、辟支佛，我们在经上啊看到佛说他们正如偏真涅槃。偏真涅槃是什么呢？就是空。啊，一些大乘经上佛对他们的批评啊，说这些阿罗汉辟支佛呢叫焦牙白种啊，这是责备他们的话。堕无为坑，堕是堕落，无为坑就是空啊，堕落在无为坑里面的执着空，执着空的毛病在哪里呢？没有进步了啊，他的功夫到那里停止了啊，没有进步啊，要停止多少时候呢？那就看他的定功了。世间四空天啊，四空天最少的是两个大劫，我们讲的两万大劫啊，四空天呢，最高的飞翔飞飞翔天呢，八万大劫啊，这么长的时间，它不起作用了，毫无进展。可惜时光浪费掉了。小乘阿罗汉超越六道轮回了，住在偏真涅槃两万大劫。辟支佛善根比他深厚，比他聪明一点，住在这个空相里面一万大劫啊，他们那个时候才后悔啊，所以才回小向大，再继续不断的来修学啊，住到空的时候，所有一切都停顿了
这个是个错误啊。所以行空不住空啊，这是菩萨了。菩萨空有两边都不住啊，这才是真正的如如不动啊。所以这个二乘人加声闻缘觉，他们把偏真涅槃就当作如如不动啊，那个四空天就更差了啊，把四空天的境界误会，以为那是半涅槃啊，以为那个是如如不动啊，这个就是对于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啊，把这个境界当作佛果地上的境界误会了。那么他堕落进去之后就很不容易出来了，也就是不容易觉悟啊。那个里面没有佛说法，没有菩萨在里面帮助人的，所以真正的如如不动是动与不动啊，是一不是二，那叫真的不动。啊，这是真正的理相的。这个意思很深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。啊，不能发生误会。便是止观双运，定慧均等。止观定慧都是佛门修行的纲领，止是定啊，我们一般前面讲啊，放下了，观就是慧，观是观照，所以止观跟底下定慧是一个意思。只是把所有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止住了，止息了，所以它就是定的意思。观是对于外面境界清清楚楚、寥寥分明，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啊，他样样都知道。所以佛家呢，常常把我们的心比作水。我们供养佛像，要懂它的意义啊，不可以把佛菩萨像啊当作神像来看待啊，要当作鬼神像的来看待，那就是迷信了啊。这个外教常常毁谤佛教，叫拜偶像，迷信的拜偶像啊。他说的对不对呢？他说的不对，他根本就不了解佛教啊，他是发生误会。我们供养佛菩萨形象啊，那是教学的方法，是提醒我们自己，作用在此地啊。供佛有两个重要的意义，第一个，佛是我们根本的老师，供养老师的像啊，念念不忘老师的教训
提醒自己。第二个意思，静心思起。他是凡夫，他能修成佛，我为什么不能成佛？我要向他看齐啊！这两个意义，我们不可以不晓得。那么供养佛像啊，有这个香花了、床幡、宝盖的供养，在种种庄严具，这些都不重要。供养具里头最重要的是供一杯水啊，什么都可以不供，一定要供一杯水。水也是表发的啊，代表什么？我们的心，心跟水一样，要清净，要平等啊。你看心在清净的时候、平等的时候、不起波浪的时候，就是止啊，就是定啊。啊，定心啊，就是水瓶的那个水呀，它的作用能照啊，外面的境界相都照在里面清清楚楚，那就是观了，就是照啊，明了。心不清净，你就起不了照的作用啊！照是智慧，所以智慧从哪来的？从定来的啊，从清净心来的。那个心地愈清净，你对于外面的境界就愈清楚。所以这个不是学来的，照见嘛，哪里是学来的？真实的智慧不需要学，世出世间一切法要不学也不需要学。为什么不学就会了，不学就能通达呢？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出自性，都是自性变的。既然是自性变的，你有能力明心见性，你哪有不会的呢？哪有不知道的呢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